哎，你别拿那个了，赶紧再吹俩气球。别闹了，赶紧再吹俩气球。好嘞。哎呦，牛瑞，主任，在布置生日会啊？啊，是啊，那个萌萌和小学他们过生日，就想着一块庆祝一下。主任，你有空一块来？啊，好。原来生日会是这么布置的，挺好看的。那怎么着？你想给谁布置啊？哎，正好，我这儿有多余的彩票和气球。杨金，杨，哎，气球呢？这儿呢。啊，这些气球啊是医院给的，回去之后啊，你就把这个彩条像这个一样缠一个气球的后面，反正就把房间弄得热闹一点，然后别那么死气沉沉的。可以。还有吗？还有就是那个，他们请了个保安，说要穿玩偶服送蛋糕，但是那个玩偶服的话，不太符合您的气质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不符合他的气质呢？又不是我穿，是我朋友。哦，那玩偶服用完了，能借给他穿一下吗？当然没问题。还有其他的吗？哦，还有就送点称心如意的礼物呗。称心如意的礼物。没事，怎么布置我也一起吧。主任，您歇着，我来就行。您什么小六，去把气球吹了。哎，让我占你一次便宜怎么了？一点亏不能吃是不是？欢迎光临先生。你好，我想订一个蛋糕。好的，请问你想订哪一种蛋糕呢？我们这里有蛋糕手册，你可以看一下。不用了。什么？就是把这个放在蛋糕上。哦，啊，好的，明白，先生。那麻烦你把照片发给我。好。
又收到了，还是没有线索吗？继续查，今晚我会打到你账户上。这些是他们准备的，弄错，没关系。林睿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你过来。这个是送给你的礼物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想起来，我公司还有急事，我先出去一趟。
谢谢啊。方宁。